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把这个沙发晒成这个死样子，你这么可爱，怎么不听话呢？不听话就打打打，你妈妈不打我来打。好了。哎呦，我们呼呼宝宝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把我们呼呼宝宝都吓到了，对不对？外公坏妈妈把你打了，打了，打了。你对猫这么好，没看你对我这么好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明明这个全有的运动沙发就是我专门为你买的，好不好？这么好、啊，我可是特意挑的这种猫抓绒布的沙发，摸起来特别顺滑，猫咪根本不爱抓，而且这种材质很耐磨，放公司日常打理也特别轻松。那你还是为猫买的，也不是为我买的。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你之前不是说咱们家那个沙发硬吗？那是因为它只有高弹棉，但这次咱们换的这个沙发不仅有高弹棉，还有乳胶颗粒，踩上去啊软蓬蓬的，坐下来的也是蓬松柔软，是不是就跟坐在云朵上一样呀？是，观赏太舒服了。看得出来，呼呼也很喜欢呢。咱们跟呼呼宝宝在这么柔软的沙发下面玩，别提有多得劲呢。神经病了。